到鲗鱼涌地铁站 A 出口。咁出口之前咧有个洗手间嘅，咁我哋去咗洗手间先，然后一齐上大潭水塘。今日又同一班旧同学出嚟吹水郊游啦。不假山自然景，自然教育中心离翻水务署向呢边上山。我哋路经鲗鱼涌树木研习径。呢度咧，前面都有个洗手间嘅。踏入大潭水塘呢段路咧，路嘅两旁树木林荫，感觉特别清凉，有冷气走廊嘅称号嘅。嚟到大潭督水塘的尾段，出到嚟大潭道啦。咁而家搭车翻出市区，我哋下条片见啦，拜拜。